大家好，我是西安美貌，今天咱们做一个爆浆鸡排，鸡胸肉中间劈开，不要弄断，用刀背这样敲散，交叉着打，把里边的筋都给敲断。来把肉腌一下，这是蒜跟姜压成末，一勺盐，黑胡椒粉，用手抓匀，腌上半个小时。准备鸡蛋液，准备淀粉，准备面包糠，肉已经腌好了。爆浆的这个浆就是芝士，铺上一层芝士，这芝士在网上和大超市都是可以买到，铺好盖起来，蘸上一层干淀粉，再蘸上一层鸡蛋液，最后裹上一层面包糠，这样就可以开始炸了。油温五成热，开始炸鸡排，就用中小火慢慢炸，炸上个七八分钟就可以了。一二三，爆浆！开点，开点！芝士都流出来了，这番茄酱要不要？要不要？我也挺不好，尝尝。口吃肉真过瘾，我等过来一两下把这个花留着，花不吃。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儿了，我是西安美食猫，如果喜欢我的视频，帮忙点赞、转发、评论、关注，感谢。还是老话，如果您想吃的菜，评论区留言。